成为咖教练团王建民分享经验。哇哇哇，是旅美投手王建民耶，哇塞，还有龙卷风投球的野茂英雄，以及今年中职的全垒打王高国辉。昨天 Nike 台湾棒球训练营的教练团阵容真是星光闪闪，球员都纷纷向健仔景逸学习他的招牌武器声卡球，健仔也不吝分享他的经验。星光，然后中职他们中正常丢，连续两年参加棒球训练营，健仔发现这次参加的青棒选手身材越来越好，实力也越来越扎实。像我们那时候到现在，就是看到每个阶段都成长蛮多的。昨天野茂英雄则在训练赛中登板投球，展现他特异的龙卷风投球英姿，连健仔都忍不住模仿，还自嘲说现在自己肚子太大，转不过去了啦。野茂面对五名打者被打了两支安打，高国辉的手打席就和他对决，第一球就挥棒，结果打成内野滚地球出局。董新闻台中报道。